23号本土新增6万多例，已经连续4天这个数字都是持续的往下降。医师沈振南认为，全民适用快筛阳性，就算确诊之后，预估本周最高还会来到15万例。好，不过好消息是，孕妇还有6周内的产妇，现在医师只要认为利大于弊，也可以服用抗病毒的新冠特效药。至于6岁以下没有疫苗可以打的幼童，最快7月份也可能可以打到莫德纳的幼童专用疫苗。 台湾疫情持续严峻，指挥中心23号宣布，本土新增66247例，连续4天下降；死亡新增40例，中重症新增173例。目前已经有连续几天的一个病例的下降，不过我们还是要观察，因为这礼拜6、礼拜天的一个因素。根据指挥中心的资料，本土单日确诊数在19号破了9万例之后，连续4天往下降，22号到7万9千多例，23号甚至降到6万6千多例。医师沈振南表示，快筛阳性等于确诊，适用全民之后， 应该会把黑数给捞出来，接下来1周可能会破10万或15万，没有直接在持续的在往上。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是控制得宜。医师苏一峰发文表示，确诊数下降很有可能是台湾民众发展出一套疫情相关模式，在家快筛出阳性，不想就医，人挤人 PCR， 自行在家服药休息的人变多了，确诊数就会下降。还有一项好消息就是，6岁以下儿童新冠肺炎疫苗可能在7月会有着落。指挥中心另外还公布，口服抗病毒药的 风险对象将吸烟或已戒烟者移除，但是新增孕妇及产后6周内妇女，若临床医师经评估使用之效益大于风险，病人同意下可使用。专家更担心的是，快筛阳等于确诊之后，个案量大增，视讯诊疗跟给药都会有困难。如果快筛阳性，就诊断是阳性的话，会增加很多的案例，同时治疗方面也增加困难。 给药方面都增加困扰。本土疫情连续4天下降，指挥官陈时中觉得控制得宜，但是专家已经看到数字背后的隐忧。视讯问诊及用药取药问题不解决，等洪峰真的到来，恐怕会赔上更多人命。记者陈玄白、王一仲台北报道。 现在疫情依旧维持高原期，在昨天新增了66247例的本土确诊个案，其中呢有173例的中重症，还有40例死亡。死亡当中包括1岁、3岁的男童，另外有2例的幼童死亡个案还没有列案号。好，6名幼童死亡案，5个人有合并脑炎，因此指挥官陈时中认为说这是一个警讯，将会尽快和专家开会，列出注意事项，还有医疗指引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，虽然这个本土数字持续的下降，不过死亡40人当中又出现有2名幼童身亡了。现在已经累计了14名的重症个案，还有6名的脑炎案例，以及4名的死亡。当然呢，除了在昨天所公布的2名儿童死亡个案，其实还有另外2名确定死亡的个案，分别是4岁的小女童，还有10岁的男童，他们同样都是合并脑炎，并发多重器官 异常的症状。由于呢，现在幼童没有2款的口服抗病毒药可以使用，因此指挥中心也不建议幼童来服用清冠1号。一旦确诊的话，真的只能够靠自己。 Omicron 来势汹汹，23号本土再增2例儿童重症，分别是1岁大男婴，只是在家中午睡，却怎么也叫不醒。发现时4肢已经发紫，紧急送医急救，裁剪 PCR 呈现阳性 ，CT 值9点多，送医当天宣告不治。另一名3岁男童发病当下出现发烧、意识丧失、4肢痉挛、抽搐、头部僵硬等情况，医师诊断是脑炎并神经性休克，染疫后5天病逝。究竟是因为引起了什么样的一个病程的变化？导致说在家中昏迷而死亡，这部分目前没有办法来详细的确认。根据指挥中心统计，国内已经有14例儿童重症，其中有6例并发脑炎，其中4例更是死亡。不过默沙东口服药限制开放12岁以上孩童才能使用，莫纳皮拉韦也规定18岁以上，让家长相当担心儿童一旦染疫该如何治疗。确诊那小朋友他特别的状况。 几乎每一个小朋友最先开始都是以发烧作为表现，早期就很快的用中药介入的话，都可以得到适当的缓解。清冠1号在我所知道，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，并没有用小孩年纪比较小的哈，当然都成年人来参与。指挥中心表示，清冠1号目前尚未有儿童数据。不过，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明指出，儿童接种疫苗可降9成重症几率，住院几率也可降低，且不会并发多系统发炎症状，呼吁应该尽速让儿童接种疫苗。目前台湾现在正在流行的这个状况之下，其实应该是施打会带来的好处，会比你所担心的那些副作用的比例还要来得更为有优势。医师提醒，儿童高烧若超过41度，出现意识不佳、持续昏睡、持续头痛、呕吐，甚至抽搐、走路步态不稳，就要提高警觉。眼见儿童染疫中重症案例越来越多，指挥中心下午宣布扩增儿童专责病房。会有专责ICU部分是预计在明天或后天会达到，就是说至少会有100床的这个儿童专责病房。指挥中心表示，将分3级收治，规划儿童绿色通道医院60家。 重症急救责任医院26家，重症儿童医院6家，医学中心16家，就是希望不要错过黄金救援时机。记者姚立强、陈嘉伦台北采访报道。 好，指挥中心昨天公布了新增了66000多例的本土个案，其中高雄市的部分首度超车了台北市，名列全国单日新增第3名。高雄市市长陈其迈认为，北部有些黑数，除了时间差还有裁剪量能因素之外，甚至表示说，为数不少的北部民众快筛阳性之后躲在家里头不裁剪通报所导致的。好，但是针对陈其迈这种说法，我们来看到医师沈正南他发文打脸了，他说呢，其实高雄确诊 数多过台北，就是已经出现了黄金交叉。随着现在确诊人数增加当中，民众也发现到蛮多问题的。我们来看到这回是在台中有确诊者，他要填的是回报系统，结果说填了4、5个小时，试了将近50次都没有成功，系统不断的在跳针。但是1922呢，居然告诉他你自己打给厂商来询问。另外呢，在台中也有一名确诊者，因为家有老小，想要申请居检所，但是政府疑似还没有更新资料， 导致他没有办法申请，只能够无奈的待在车上自我隔离，而且这一待就是2天的时间。喉咙痛，你在车上几天了？ 2天了。确诊的民众简先生待在车内，除了无奈还是无奈，隔窗透过纸笔写下这2天的生活。他因为家有老小，想申请居家检疫所，疑似政府还没更新资料，导致他申请不了，只好睡车上。这一待就是2天。到离我很近的一个附近的路边，然后先请他先帮我放着，然后我再去拿。确诊无处去，吃饭、上厕所也都成问题。感受当然是很不好，那你也不能乱跑，那你还是只能乖乖待在车上。另一位蔡先生也是确诊者，要填回报系统屡屡失败。15个小时试了最少50次有，一开始以为是我们自己填的。 就是有填错，结果我们都没有。夸张的是，打给1922，对方竟回叫我们联络厂商，我们就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是我们去联络？应该是政府要去处理的吧？确诊，老实说真的很不舒服啊，还要用这个，老实说真的不想用，很累。在5月21号下午已经修正了。 未来应该没有这个问题。政府说要与病毒共存，但面临庞大确诊数又应付不暇，民众确诊已经很痛苦，还要忍受系统出包，甚至像被遗忘的孤儿，只能待车上隔离。不禁想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？记者韩志新、王诗涵台中报道。 这波疫情其实对于儿童来说来势汹汹，台南就有一名10岁的男童染疫之后，13号发病发烧，人还有意识，没有想到隔天眼神上吊、四肢抽动，还出现幻觉。他自称在厕所里头有妖怪，而且还被妖怪附身。紧急送医之后，被诊断是严重的脑炎，住进加护病房插管治疗，抢救5天还是宣告不治。 台南另一名10岁染疫男童并发脑炎死亡前也出现幻觉。他说妖怪附在自己身上，觉得电灯在动，看到厕所里面有妖怪。男童在学校被传染，13号就发高烧，去诊所看完没怎样，隔天症状加剧，眼睛上吊，四肢抽动，出现幻觉时胡言乱语，说厕所有妖怪，被附身，电灯会晃。紧急送医，电脑断层发现脑水肿，严重脑炎，住进加护病房，过程中一度心脏暂停，抢救回来，这时脑更肿了。5月18号再度心律不整，血压降低，凌晨电击抢救无效，脑部受到伤害，神经受到伤害。 血管受到伤害，循环非常不足的休克的病人，常见的一种散妄或幻觉的现象。脑炎出现幻觉，专家解释是因为病毒攻击脑部后，脑神经系统被破坏，脑循环不足，只剩原始功能，因此出现谵妄症。非常快速，所有的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免疫风暴。医院抢救5天仍挽救不了脑炎染疫男童，儿童染欧膜病程之快让人措手不及，更成为家长梦魇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，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